天气冷飕飕，不过老人院的气氛暖乎乎。慈济志工与人文学校的学生才华洋溢，音乐演奏，舞蹈表演都难不倒。我觉得很快乐，为什么这边的老人哈都很开心呐、啊？那有这个年纪了哈，要给老人开心、高兴啊，这样很好，很感恩呐、啊，很感恩慈济哈，关心哈这里加拿大的老人，给他们快乐。全球活动促进长者们活络筋骨。韩国籍妇女党最近才加入志工行列，很快就跟大家打成一片。在列志文，志工也是定期前往老人院关怀。年节期间更营造热闹温馨的氛围。白发苍苍的奶奶跟着志工，又是跳舞又是唱歌比手语。老人家最需要陪伴，再忙志工都不忘定期的约会。但一新闻，这是美志工加拿大报道。